我是唐浩玉医师。那最近呢，因为天气又热又戴口罩，所以门诊呢来治疗脸潮红的部分真的是变很多。那对于这个潮红之后的保养呢，基本上会建议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其实潮红呢是一个敏感性肌肤，所以保养呢我们会建议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产品，然后做好保湿。那在这里推荐一个含有柳兰成分的一个保养品，它其实是可以做迅速的退红。它除了跟芦荟啊、洋甘菊之外呢，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分，可以让大家参考。那当然，如果有酒糟肌的病人，可能还是要来给我们看一下，让我们开药给你治疗。那最后呢，要提醒大家，防晒还是很重要，尤其你是晒完太阳会红的人，容易长斑的人，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，一定要做好防晒哦。Thank you.